哎嗨，大家好，冇错啊！当我食咗用我奶嘅时候，我系会继续食。不过今日除咗有烧腊饭之外，北京鸭嘅薯片好啊，我都第一次睇。系啊，啊呢支系2016嘅啊小多年。699，纽西兰出版，中意，要唔要？唉，我可以讲系诶，纽西兰人系同埋澳洲人系有福气嘅，要唔要餐餐可以任你饮啊，大佬。唉，要烧鸭饭正啊，唔使讲啊，琴晚食咗之后。令我愛上的燒鴨飯，吃了之後令我愛上的燒鴨飯，不便宜啊，10元啊，其實對於紐西蘭人來說不貴的啦，是我們馬幣出事啫。好吃，如果你問我同我將佢比一下，我可以咁講咯，各有特別咯，兩個都咁好食。係啦，New Zealand man，yeah yeah。